将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积分赛，分数将合并至决赛，选出最终的百万得主。本周的评审阵容为袁惟仁、黄韵玲、Roger、张宇、林志炫。而今天的第一名，除了能获得五万元的奖学金，更可成为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。本周的主题：地狱与天堂。参赛者必须在今天的比赛中一连演唱两首歌曲，第一首是令人痛哭的悲歌，利用歌曲的力量让现场沉浸于悲伤气氛，紧接着要演唱另一首轻快的歌曲。而在这短短三分钟的演唱过程中，必须让现场回到快乐的气氛。而在置身地狱后升上天堂的考验中，除了唱功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歌声的感染力。面对立即唱出感受两极的歌曲，这样情绪转换及掌握全场气氛的能力，连专职歌手都很难达到。而他们能够成功地牵动所有人的情绪吗？光大道，当然呢，这个节目现在呢受到全球的瞩目呢，主要我们星光团功不可没，在这里还是掌声给六位小朋友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不过节目的一开始呢，我要邀请六位到场中间来，请到这个主持人桃子姐的身后来。我说我的乖儿子们啊，马上我们就要分出谁是真正的武林盟主，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会不会有一点难过？可能离开会有点不舍，但是相信之后我们都会站上就更大的舞台。好，还是其实有点迫不及待想赶快离开了林宥嘉？不会，离开会觉得可能就会比较不舍吧，可是我觉得我有找到自己的坚持，这个还蛮重要。最不舍的会是什么呢？潘玉文，最不舍的嘛，就是这群朋友。已经在哽咽了吗？老敏锋，最让你不舍的是大家，还有就是这个舞台。这个舞台跟大家，已经有人听到吐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周定伟，因为每次来，每次看到同样的人，然后同样的舞台，就多少有点感情。从一开始的很累很累，到最后大家感情很好，然后很舍不得。小勇啊，你会不会舍不得我们这些老人家？会啊，总是离开这舞台会有点失落，可是我们老师说哪里有失落哪里就有爱，所以就这句话想很久。他又来了，他每天都有在家里写好演讲稿，哪里有失落哪里就有爱，很明显是从网络上抄来的一句话。好，没有了。什么？我会英文，因为我们老师说英文。你们老师说英文，我请中间请，不好意思，来 English little young baby English is well, there is a lose, there is a love。 是的，听懂了吗？没关系，回去看重播有字幕就比较容易懂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杨宗纬。好，在这边呢，希望这六位有很好的表现，因为接下来真的这几集就是要胜出，揭晓谁是真正的歌唱冠军了。请回座，谢谢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这一回合叫做天堂与地狱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一位参赛者要准备两首歌曲，其中一首呢是仿佛让你坠入了地狱般的痛苦与悲伤，唱完悲伤的歌马上他就要演唱快乐的歌，因为我们要看能够从地狱他把我们升到天堂的第几层。当然除了歌唱的技巧感情的投入之外，今天我们还是有失恋阵线联盟来当评审团，欢迎他们。而今天也特别邀请到20位失恋男女来担任陪审团，心灵遭受重大挫伤的他们也最能感受得到参赛者歌声中潜藏的感动，而陪审团也将在今天得分最高的前3名决定奖落谁家。
我想这个失恋团，他们真的是失恋，跟我们制作单位聊过。那所以今天他们手上有牌子，对不对？来举起来给大家看。如果这个人唱到痛彻心扉，他们就会给他这个牌子；如果让他突然又能够从谷底爬起来，就会给他笑脸牌子。好的，当中失恋最惨的立新，对不对？立新刚刚有讲到你的失恋的过程，是立新还是玉婷？郑啊，已经这边有人在叫郑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玉婷，你失恋的故事是？就是我要送，因为我们都住宿舍啊，然后我那天中午要送便当给他吃，嗯，结果我就敲门，然后他就跟往常不太一样，他把我挡在门外面，然后我是本身还有在喘气吗？没有，然后我就从门缝看到有女生的包包，哈，还是他在玩变装秀？你刚好来，哎呦，可是事后就是我从电话里面我知道，其实。那个女生去找他的，然后他把人家肚子搞大了。Oh my god！ 王中伟交给你了。好，陈韵竹在哪里？来，陈韵竹，你的故事又是什么？我喜欢喜欢的人，爱上我好朋友，然后他们两个礼拜前在一起了。就其他好朋友希望我可以就是祝福他们，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，嗯，但是我一开始不太能面对，但是后来就是希望，就是他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，那还是希望他们祝也就是幸福。在座的失恋陪审团们个个都有着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，而参赛者的歌声能牵动他们脆弱的心灵吗？比赛正式开始。马上首先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美卢学瑞。小美今天准备的地狱天堂歌曲分别是什么？我地狱的歌是范晓萱的《氧气》，嗯哼，天堂的是黄宏恩的歌，叫做《我不了解你的明白》。哦，好天堂哦。OK， 掌声欢迎小美。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哦，你知道我那心好痛哦。这首歌真的很棒，所以希望等一下自己表现能够很好。第一位上场的卢学瑞将带来范晓萱的《氧气》。他是否能引出陪审团内心的伤痛呢？是越来越深的爱里，我开始想念你，我想要你。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，氧气是你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找我，你会知道我快不发卫生纸，真的有人的眼泪被你唱出来了。可是小美刚刚唱一唱，好像你也想到你的过去嘛，也被劈过。对，真的哦，嗯，难怪你很能了解他们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嗯，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还比他们惨。哪里有失落，哪里就有爱。讲一下你的故事。就是，对，更夸张的是，
他的那个劈腿对象是一个。原来卢学瑞也有一段痛彻心扉的回忆，而在地狱歌曲获得认同的他，在天堂歌曲方面也能同样突出吗？那天堂的部分呢，就是要让大家快乐起来，所以我选了一首很原住民的一个歌曲，那就希望到时候大家真的是把你们双手借给我 ，Come on， 耶、yeah! ，就像这样子好不好？我觉得很快乐的 ，OK。